7月6日晚，张艺兴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首站在上海举行。张艺兴一连演唱了多首歌曲，展现舞蹈和唱歌双重实力，引全场粉丝欢呼雀跃。演唱会上，张艺兴更是深情表白粉丝，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，自己也会用更优秀作品回馈大家。张艺兴还说道，我遇到了很多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，很荣幸能够陪伴你们走过这么多青春岁月，我希望就算有一天你们心中那个最珍贵的人发生变化，但我陪你们走过的这些时光，这些日子都是让大家值得回忆的开心时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